Щу-щу, бом-бом-бом. Щу-щу, бом-бом-бом, чуми-чуми.好了，奇怪，来，继续开台。小，哈喽，大家好，是实况主阿凯。应该可以吧。OK， 啾咪，开始吧，继续，接昨天的，我们要去找那个女记者，她卡在那个树上吗？还是山上？应该是壁垒上吧。就是呢，上面 ，OK，Let's go， 先来一个翻滚。翻滚！爬吧你，孩子！他绝对没有开玩笑，因为这是制作单位的用心的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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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。我来哦！哎，好，都是照剧情走的啊！不要怕，再一次，绝对是重播。哎，不是啦，怎么会是重播嘞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！靠，这样就摔死了，真的超弱哎！哇，他这样子也可以射哦。好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Shit！ 哎，靠，大叔，
真的是，今天手气不好啊。OK。我要一鼓作气。漂亮漂亮，上来。哦，他自己会配音呢。再摆荡。哦，漂亮，有了有了，有感觉了哈。哦，感谢上帝。没有宝物啊。这里没有宝物。我爬那么辛苦竟然没有宝物。现在嘞，我靠！你不是搞人啊，还要再爬？Oh shit！太屌了，这个主角。哦呀！哦呀！哦哟！哦，终于，终于！哦，爽，这个爽，用这个爽度100。靠腰嘞！妈的！有没有死了没？都死一个了，死一个也是好了。跑下来是不是？
还有，回个血啊！爆头啊！这么快就死？不要。Sweet。小枪一把就够了。连射的一个就够了，太多了，还不太好用。哎、欸，卖我白换穿好啊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哎、欸，要怎么过去拿？他这没办法过去拿。看来是要绕过去。这应该没用吧？这个小看台。小看台看起来就没用。这里啊，漂亮，这样也可以。去死吧！他要什么盲射是不是？没死，没炸弹啊！靠，大叔啊！腰受痛。